尾場賽事第十場三班千四米嘅賽事準備，準備。我哋一起步出得相當齊噶，前面快嘅馬咧，見到咧中檔位置有呢只起滑走咗出嚟先啦。咁啊，響外邊有轉戰香江啦，最初咧仲有強風進馬噶，跟住後邊大約第四位有勝利之星啦，中間位置就係呢個德勝同埋太奇妙噶，內欄黃山黃毛係尼龍嚟噶。咁啊，再響外邊位置仲有非常精噶，後一浸嘅馬啦，先有靚好勝內欄啦。咁啊，中間位置健康藍妹啦，咁啊，再響外邊咧仲有精精彩彩噶。後邊嗰幾匹馬白色衫尾三位置幸運紀錄啊，包尾一對咧就係星斑馬喎。樂池同埋嗰只非洲之光噶，好啦，轉呢個八百米彎啦，前面強風進馬咧就一陣風咁擠咗喺前面走先啦，跟住後邊第二位咧就有呢個轉戰香江噶，再後邊嘅第三位咧咁啊內欄位置起滑噶，響佢外邊仲有勝利之星啊，跟住個內欄第五位就係尼龍啊，中間咧第六位咧就係呢個德勝噶啦，再響外邊有太奇妙啊，非常精唔要入邊走出去啦，咁啊再後一搭嘅馬白衫白帽幸運紀錄咧亦都喺外邊噶，跟住後邊就有樂池嗰啲馬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強風進馬唔多啦，轉戰香江。亦都慢慢立緊上嚟，中間打衝鋒，仲有勝利之星啊！再喺中檔嚟啦，就係呢只德勝，亦都追緊啊！再後多一搭嘅馬咧，先嗰啲太奇妙，兜到嚟最後二百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有勝利之星，鬥緊埋邊嘅轉戰香江，內欄位置強風進馬未散得曬，中間仲有德勝啊！接近終點啦，勝利之星拍布開唔開到掣啊！接近終點啦，勝利之星都好有機會贏轉戰香江第二、第三名咧，就係呢只德勝啊！第四就起滑同埋強風進馬都好近啊！結果呢只勝利之星。力壓轉戰香港贏，第三就係德勝，第四就係喜華。好啦，十五倍啊！呢只勝利之星，阿摩亦都開齋啦。哇！今日十場十個馬房喎。轉戰香港啊，跑過第二啦，第三名咧就德勝嘅。洛飛只喜華咧就跑過第四，偉達啊，繼續都。繼續咪四哥咯，十下獎金咧，今日跑三個第二，三個第四啊。啊！呢只勝利之星，阿澤哥都話住啦。我真係估唔到佢今日用呢一招啦。好啦，咪睇下起步啦。你講嗰只咩啊？尼龍咪後邊咯，後邊咯，包尾嗰只咯，包尾貼欄嗰只咯，即係樂池係縮去包尾。係喎，今日都係半霸跑咁啦，佢心情影響噶啦。跟住自己只馬又好似上咗口啦，嗱，唔係好控制得到啦，又要想上翻嚟喎，咁樣樣噶喎。強風進馬又用咗個咁嘅跑法，轉戰香江亦都等前啲，勝利之星係守翻好位，以為會都有快馬嗰啲咩健康藍莓嗰啲會走下啦，咁啊結果原來第二段係22秒52咧，咁以利爾三班呢啲水準嚟講就一啲都唔慢噶啦，一啲都唔快啊！幸運紀錄啦嗱，樂池啦，呢啲都係上季咧靠後追贏馬嘅，咪靚好聲啊走咗入邊，就冇啦，全部走曬前面啲馬跑得好。頭三名而家就係二搭數落嚟嚇，轉戰香江、勝利之星、德勝，再後啲嗰啲已經追唔到啦。係啊，今日其實尤其是喺尾段嘅場次咧，我發現嗰啲喺好後嘅馬咧，好難追。追唔到啊，係啊，咁你甚至乎你嗰啲起滑呢啲咁又係沿途咬住個好位嘅啫嘛。嗱，我啲後追馬唔係唔追啊。但係追唔到上嚟啫嘛，非常精啊，樂池啊，你見到失望啲喎，嗰只非洲之光啊，點解啊？好似都冇乜點跑咁嘅。分段時間，頭段13秒83，第二段22秒52啊，第三段13秒3，末段22秒84，總時間1分22秒49，快過標準時間接近三次。